齐国公嫡子的妾室，你的胜六姑娘倒是眼睛长到额头角上了，还看不上我？我就想要他一个。郡主和宫爷都要过来吃喜酒，到时候就要和家里提亲，求齐姑娘你。是啊，你爹爹不行，你还跑到外面去狂饮烂醉。你们这屋子里头，每一个人都在演戏。我跟了他十几日，他的半夜将东西藏去厨房的隐蔽处。 白日拿出去给一个男人。说你大字不识，为什么地契上的字就看得一清二楚？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。